版潘若迪扭曲儿子腰。夏天其实我觉得最快的方法就是大运动，一定要讲吗？我现在大概51、50左右，我169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再瘦一点。是要逼死谁呀？大学生了没？前班的英英靠运动练出超完美的 S 曲线。儿子要在哪？就是你旁边这个曲线。这招腰瘦舞跳完保证大爆汗，快跟着英英动起动。那一开始呢，我先来做非常简单的踏步，1、2、3、4，把你的手拿起来之后，左边扭一下，右边扭一下，再来回到踏步，1、2、3、4，左边。右边加快来 ，and 1、2、3、4，左边右边左边右边1、2、3、4，恐怖的进阶版来了，5、6、7、8，提水桶提水桶，屁股要扭多，来8个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 ，and 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娱乐动新闻。可以说是那个郑多燕吗？报道。